哎，我录音了。我叫我来这边，我就尽量不吃饭。啊，刚才我在老摊肉粥吃一碗那个肉粥，一碗那个配的综合冬粉，其实也是饱饱的。啊？其实我是肚子也饱饱的，就一大碗那个综合冬粉跟那个肉粥，还有红烧肉，还有皮蛋。啊，刚才现在冷冷的，不要吃得下，就感觉好像是要消耗掉。啊，如果说你要上他的课的话，他那个有时候有直播可以听他上课啊。他那个就是有那个禅修冥想的，还不错啊，有时候听他上课蛮好玩的。对。他今天是上那个羽毛球课，如果你想玩的话，我再帮你跟他约啊，看你要不要去跟他玩。你要给那个史蒂芬了，他现在在那个球啊。好，谢谢哦。让我先开动了。这边就算刚好是最精华时代。其实上班族偶尔在吃个这种餐也还好。试一下猪肉，然后那个，那不是一人一罐吗？没有调味的。跟你换一块哦。那你要哪一罐？你先拿。来，那一罐，放那个，你回家最好。
这个吃不饱，那个是一个感觉，那种气氛啊，我是真的吃久了都很会晕。那多看电视节目，这个真的是那个吃不饱，你要吃掉两克以上。对，而且两克会太贵，所以其实我们吃完还可以吃别的。对，因为我是吃。走。就是说中间隔太久，我昨天牛肉卷饼吃完，我才喝那个什么，金桔柠檬，然后回家喝两瓶咖啡，还有凤梨汁喝的，喝这个有点高，其他没有在吃。再吃别的啊，吃不饱。对，因为我已经前面先垫位了。那个冬粉的话，我就那个冬，因为刚好他们二哥出来，我就说那个哎，前阵子对啊有啊，上前阵有来，对啊。然后今天刚好他说他觉得看我班长，他就一起过来吃。大家都喜欢甜。哦，对啊，都对啊。中午这样看中，整应该是都一起。先来的还好。对啊，不过这一次应该是有生意有影响到。有啊。我们那边我就是生意很差，啊，变成说有时候大家有压力，一下几个那种数字会跑得快疯掉。对啊。那数字超过十单。你尤其是这次海军胡搞瞎搞啊。你真的是那些王八蛋在胡搞，你有那个症状，你就是该处理。啊，他们是那个评审是说在饭店，他说饭店没刚好被他感染，但是饭店说明他没有怎么样，他今天也都不处理啊，你搞了，你看全省都乌鸦啊。我先卖账了。好。因为我们那边，我们现在要算那个量体温的人头，礼拜天才100多个，啊，前天礼拜一260，啊，昨天好像也是一两百而已。然后压广的人是前后门，然后我们是开东侧门，就银行那个门开，西侧门封起来。然后就是讲个体温没事啊，我晚饭才2个钟头啊，然后那就跟白痴一样。你量耳温，你这个量，然后这个时候按进不去，不然就是说这手量，这手画个正就好了，结果他都不会，他就讲个通药，不知道画这个多大个什么都不要，不然量大概，然后就取个数字就好了，他自己不搞瞎搞吗？啊，你看我们就是脑筋都开心的，因为爽缺嘛。
坐在那边每个人是会看你，没有很爽啊，对我是很爽啊，我们工地待过，那爽的要命，不用吹风机算你赢啊，你看多好，又整天欧巴桑可以聊天，又可以借钱，哦耶，哎，来看你表演，哦，盐巴，哎，那个猪你要不要盐巴？要放在那边好了，就比较不会占空间。有点苦的，那个好看，好像拍起来才好看啊，那个有戏剧效果啊。因为我看你们 Facebook 有 po 个喷火的啊，他 Facebook 有个喷火的，好好看。你有两块啊，好，很漂亮。所以有时候像我去夜店也是啊，去那感受跟 bartender 吃东西聊天嗨。那玩一下喷火的，喷火比较好玩。耶，喷火！耶，喷火！喷火 ！On fire！Fire up！ 那应该有吃过啊？有啊，这一比一就吃好几次了，蛮好吃的。因为我们中间有隔几个月没来嘛，他就想说太频繁了，然后停一下来，刚好有一比一吃。太久没吃了，想回味一下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去富士渔港嘛。我一年差不多是6到7次，可是我去年12月一个月去5次，然后1月再去个1次2次 ，OK， 然后一年的扩大就完了啊。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常去那个海边兜兜风蛮好的，然后起床把兜风去，然后帮我们清洁送那个油加肉冻，1小时40分送到火车站。嗯，那我们这个的话是可以吃到7分钟。我知道，这好吃，这西班牙1比1不对我们。懂吃。对，因为你说有时候一般餐厅也不会进这1比1猪啊。对啦，因为其实台湾不喜欢那么正统的，因为我们是卖正统9比1的。对。所以说有些台湾人敢吃了，不是那么正统的1比1。嗯。就像韩国觉得稍微油一点。韩国那个什么三 Q 三嘛，那个三层肉，那个是跟那有多少不一样？对。因为我就看他们就是三 Q 三那个。是那个五花肉节，就是我看哗，然后就喝吃五花肉3Q3，然后再喝烧酒休息两块肥的、哦。好，那你挑给我，你挑给我，然后因为我要减肥，我是没关系，你要健康，你不要像我们牙齿不见了，然后呢肚子大大的，就像我地上了。可是我那天跟那个。46了，不会啦，46岁，我46次啊，7岁算64，算46。所以说时间过得很快，我想我在你们这个时候也是这样拼啊，可是到一个年纪之后，牙齿掉光了，然后天气变了，关节就变成这样台了。他说我们还是想玩，就这样子。对啊，心思要保持。因为想说不玩以后玩不动了，口袋又没钱，但现在还借钱借得到，然后玩开心一点。因为我爸死了说啊，哈雷机车，他如果把烟戒掉，骑哈雷就整天兜兜风，他那个他不会那么难受，他身体慢慢好，然后开心，然后身体会就好了。这钱都身外之物吧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你看我这个月也是借了他快哦3万多块了，我这个月借3万多了。而且借钱我是这样啊，就是说他以后晚上我们那个英国朋友来，前天就跟他吃鸡排，我吃那个韩国烤肉饭，然后隔天跟他去卡钱，跟他去刮刮乐，他玩刮刮乐功夫还有12人看。我播到 YouTube 去啊，然后那昨天去逛 Costco 啊，这样玩了3天啊，就开让自己开开心心比较重要。因为你讲嘛，不要去执着在那种，执着的话就变地府里一样嘛，放不开，你经常都能卡在那边呢、啊。哦，漂亮。我这个要国借1万1吧，然后当初你那边上个月借2万，5月12号还，然后我们就还。等你们捡到了，好，都捡一捡好了。而且已经没有了，没关系，正好啊，这才是好现象啊。因为午餐的话，其实人肉会少一点，因为这边有上班族啊，而且也没有什么假日啊。好，你等一下加给我。
好好好，你等一下给放在油里面炸一下。好啊，要推一点。好啊，很漂亮，肉就是这样子啊。这是一个表演。这是个乐趣啊，客人看得很开心。对，因为你们这个很重要，就是一个互动，大家开开心心吃起来，那我感觉就很对了。哇，漂亮漂亮，我先捞起来。好啊，很棒。那我去年来这边到现在啊，好开心。有时候我要去找找朋友过来吃个饭。哇哦！好，那你就放，要要可以放上面那个保温，对，放上保温好了。啊不，啊有些客人会觉得为什么要放上面？就保比较保持热热的。啊，还是我再拿下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子。那我拿两块，你夹给我。我这边交给你。好，那你两块，你会吃的。那就这样，好 ，OK。那我就，盐巴，盐巴你要放哪？没，你给我。好，给你，好，好 ，OK。开动喽！好，一比一猪第一块。要沾一点点辣，你看。然后第二块沾点盐巴。我很少这么小火吃豆腐。我的部分了，吃饭我们等下再去吃。不，我预算够了。好，太贵，我是预算都到底了。好，我拜你了，慢慢吃，享受一下，就感觉感觉很好。有，我感觉是你脸有比较瘦一点，不过你还持之以恒啦，因为你的胸部够宽，不像我这样子，我现在110嘛，我体重110啊，肚子是圆圆的嘛，但是说至少说挺起来胸部。有个样子出来啊，那我的柔软度，我脚拉开踢都是可以踢上段的、啊。你看我那天踢嘛，是这样踢啊，我也没什么准备下去开始玩啊，乒乒乓乓也不会喘啊。啊，重要是你的心脏，你的心脏如果觉得会闷闷的，那就会有警讯，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就差点死掉了。就心脏跳得好快，他差点挂死掉就对了。然后那次梦到我爸来接我、啊。你爸在你几岁的时候？忘记了，大概十几年了吧，大概我差30多岁的时候吧。他就肺纤维化，那个怎么讲？那个叫做鼻咽癌啊，肺纤维化到后来就从鼻子一直到一直癌细胞扩散到肺里面啊。他就是说，你该减肥是时候，因为你现在才27、28，这样吧。因为你如果到30几岁的时候，你的体力会下降很快，你趁这个时候减刚好，然后你就把肌肉练出来，那个型练出来。因为你没有像我以前我在道馆，我练了5、6年空手道啊，练了我去比赛啊，那个时候。最轻的时候我是76，
那时候是几年前，那时候就然后做保全，我吃素，吃一天休一天，然后我体重也是降超76左右，然后后来就自己发神经，啪啪啪一下子都破百的，因为主要这个焦虑，焦虑的话会让人一直狂吃，所以说你就觉得有点焦虑，你把降压的方式把吃东西撇开，你去走一走，喝开水，喝点吃点青菜或什么的，哎，让你增加纤维，比较不会像我以前那种对付焦虑就是狂吃东西，一下子不就破百，然后手会抖，我那时候手就会抖啊，因为神经都压迫到啊，啊那时候自己傻傻什么都不懂嘛，然后后来就是这样子胡搞瞎搞，然后就一事无成啊，啊也就这样子就过大半辈子了，就这样，但你看我这样半辈子过了、啊。你说我能够活到几岁？随便了，也没讲这么多。所以说，你趁这个时候来减肥最好，然后把自己变得强壮、健康、英俊、潇洒，你人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说你，如果你活到90，现在差不多一半。对啊，我不一定活到90啊，说不定我哪知道，会碰一下然后就走了。因为你加我 Facebook 好，如果我。有长时间没有出现，表示我就已经不见了。就这样子，现在 Facebook 就很简单，这个人活着死了都知道啊。因为这个人没有在他网络上出现，这个人大概就，你像我每天都一直在发文，你看一大堆东西嘛。如果这个频率不见，表示就出事了。那就是说，可能大概就这样子了，人生嘛。那像就。你减肥的时候，我在工地减肥就是啥喂食减肥法，你找个心爱的人，每天喂食他，把他变成八婆，他离不开你，然后你会越帅，越健康。那喂食，然后你就像我那时候工地，中午就吃蔬菜，吃水果餐。啊，水果餐效果很好，就是说我肉照吃，我也是说晚上去吃龙虾，可是说我的蔬菜水果量是很大，纤维够，所以说肠胃就很干净啊。好，那我电射20%，我上传了，我电射20%，我把它传一传。